顾佳，我能问问你，你拿这个包是做什么用的吗？我呢，最近认识了一个太太圈，他们人手一个，其中有一个太太，他们家的业务能帮我们解决公司的危机。我拿这个包，就是希望他能成为我的入场券。我听懂了，是这样的啊，以我对那些人的了解，我建议你们不要拿这个普皮的，你稍微加点钱，换个限量款，才可能会达到你想要的效果。